在车子买来载我们全家环岛。曲歌王萧敬腾与家人感情深厚，三日萧敬腾与家人团聚，替爸爸庆祝76岁生日，大家一起在家中吃饭，相当温馨。萧敬腾除了准备寿桃蛋糕与红包之外，还惊喜送上一台价值约200万元的休旅车。生日快乐！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萧敬腾透过经纪公司表示，很多年前送给爸爸一部车，现在觉得该帮爸爸换车了。至于为何相中这台休旅车，萧敬腾直言找了一阵子，因为家庭成员多，因此想找到一台车让大家都能坐进去，且顾及妈妈不宜爬太高等需求，才把这台车列为首选，也希望爸爸能够平安健康，多享福，活到120。现在是空档吗？来，哎，来，冷气打开。这个吧，这个吧。哇！